现在告诉你为什么。酒店画风有点奇怪啊，是不是走错房间了？惊呆了，说不出话了。你怎么来了呀？我想见你。我现在告诉你为什么。你最近哪天有时间啊？怎么了？要约我呀？对啊。虽然我最近都特别忙，但是看你这么诚心诚意的份上，我就赏个脸吧。我不是有个小侄女吗？她特别喜欢穿婚纱的芭比娃娃，但是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又不知道去哪儿挑，所以我想请你陪我一起。那好办呀。在网上选还能直接寄过去，买了几个他都不喜欢，所以我这不想让你陪我一起去实体店看一看。我看看我哪天有时间。好。周一不行，周二不行，周三不行，周五也不行，没有开会啊。周四也不行啊。我周四要见客户啊。那就让你小侄女放弃芭比娃娃吧。不行啊，周玲玲，你必须得帮我。你凭什么必须要帮你啊？因为我可以帮你按摩呀。那我明天早上陪你去吧。好。那你拿什么回报我呀？谢谢你啊。这工作都这么累了，吃点炸鸡就行了。哦，还是你懂，有了体力更好感谢你。点外卖。你想吃啥？韩式炸鸡。哎，你这是挑礼物的表情吗？给别人选礼物很难的，好吧？你要了解别人的性格，要了解别人的喜好，弄不好还要触及雷区，焦虑死了。不用管那么多，挑你喜欢的就行。你们家亲戚大部分我都见过呀，哪个小侄女啊？你见过，她很聪明，脑子里面总有一些奇思妙想。那可能是我忘了。那么听起来，你家小侄女还挺可爱的。跟你一样。你的意思是我很可爱喽？现在不方便说。回家说。那要这个吧，简单。这个。
好看，他一定会喜欢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如婷。就这个了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怎么这么晚才上班啊？你一直不用上班啊？我今天来是有些事情想问你。上周五方一可在哪儿？你突然问我这个干嘛呀？你只需要回答我就好了。上周五上班啊？他晚上几点回家的？11点左右吧。周六呢？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跟我说呗。你说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什么意思呀？你还是等我弄清楚了再来找你吧。弄清楚，走了，就走了呀？不是。吵醒你了？你这么晚才回来？内侧出问题了，跟他们开了个会。你要是困了就早点睡，不要再等我了。快去睡觉。你一个人加班了吗？跟甲方公司的技术员啊。哦，还有老丁跟大嘴。困死我了，我先去洗澡啊。